我觉得没啥的。这多少钱？这个。这个。哟，这臭。700。两半个，这700啊，有点贵。还挺细的。这里多少钱呢？能要个650。啊，那要不了，太贵了。那两半吧。这多少钱？200。200。我操，这后面都断掉了，这个算个200元吧，断掉了。这个呢？这800。这800。这多少钱？你先看看了，我给你报价，报完以后。陕北出来的，这多少钱呢？这个2000块钱。这2000。咋修了？对，2000要不了，修了。我也要那个盖儿了，那个。这个。啊。这个800块。哎，800，看一下。配的。上下是配的，扎透了。麒麟送的。嗯。好吧。你别说5000。这多少钱？1500。我的妈呀！这喜字罐多少钱？1800。啊，这得1800。全品吗？全品。还行。这得多少钱？不是诚心要说的，这1800你也不诚心卖我们，哪有这价呀？那不是所有的喜字罐它都是1800，南方过来的那种喜字罐，500一个都卖，是吧？那不一样吗？这是我们山西传世，你看那胎多好。这多少钱呢？这个2000。哎呦，这啥窑的？啊，啥窑的？哎呀，咋不清楚？光知道我是老的。老的。哦。嗯，这个地摊也很难买到东西，得碰。价格有时候挺合适，有时候是一点都不合适。他开那价，你都不知道咋还。